宝贝。我们先看他招式放什么。哦哟，吓我跳！捕まえてみな、バカ！不要。哦。哦哟，吓我跳！捕まえてみな、バカ！OK， 好，看起来他没狂暴之前，他的动作大概是这样。我靠！但是跟接近跟没接近，他好像会不太一样哦。所以我们等他打屁股的时候再过去好了。他接近的话，他要马上动作的样子。就是这样。这是什么？你想去哪？哎、欸，吓我跳！狂暴，狂暴！哦哦哦！火力全开！这怎么躲啊？应该可以躲啊，应该躲到后面应该就可以。飞镖怎么躲啊？